现场教学。哎，谈得好。准备了一些零食。快吃吧。加什么？认真点你。一二三。认真点。一二。你对这个不感兴趣了，干嘛？干嘛给你换块肉肉？好吧。好，先换一个肉干，这他平时要吃。要吃的对吧？要叼。来了啊。来，一二三，这样。他不会去叼它，我怕前面那个太小，我想给它换块大的。来了一只大黑。哎呀，他去吃东西了。试试看，人家会叼的呢，人家会叼的。好，再来一块啊！现场教学。哎，这么好！不教人家怎么学，怎么叼食物的啊？啊，走！太激动了，好激动！太高了，那我来一块。要是我的零食呢？哎，零食没有了，给人家吃掉了啊！小爪爪没有了，前面学了吧？前面人家怎么叼的？绝叫，那这完全没学会。跳的啊，跳的啊，跳！是小皮子过的。哎，你怎么一毛无赖？最后一个给你，来吃吧。啊！可以，看看人家又这样。啊啊！看到吗？人家跳这么高，一口就吃掉了。啥也没学会，又这样。妄想想让秋田学会一些什么技能，我实在是还是太天真，想太多。这腿怎么越来越短了？